表咱一百十三年以来，对着咱个人在修行这个区块，哦，啊，加着咱啊生活中，哦，啊的迄、那个啊起始，哦，咱拢会当啊来做一种的这个的展望，哦，当然嘛，希望讲日子愈过是愈好啦，哦，啊，愈过愈安稳，愈过愈平安，愈健康。啊，当然，伫遮，我报告，咱福建人呢，当然拄仔好，因为一百十二年的迄个水果馆，哦，啊去伫泰国，所以呢，嘛无法度来参加伫咱今日，哦，的一个晚会，哦，啊，杨经理呢，都拄仔好，讲也拄仔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都无难，哦，啊，伫遮呢。啊，咱过去啊，佛堂伫104年咧，啊，4月12日来完成哦，啊，落成。那当然，伫过去迄段咧，啊，希望着咱各位前人大德，甲咱啊，真济啊，虔诚大德咧，共同啊来扶持哦，啊，建设了着咱这个啊，这个岸上佛塔。哦，当然由咱啊福建人啊领导，甲咱所有干部虔诚大德咧共同啊来布置完成。伫104年咧啊，诶，即4月12日将伊来完成咱一个庄严啊，诶，即个庄严的活动。啊，即个在讲是可贺可喜。那当然伫咱113年。啊，12年以前咧，拄啊好来碰到这个疫情，哦，啊，碰到这个疫情咧，当然推动了着这个道路咧，啊，有所了着困难，哦，因为恐怕了着这个疫情的烧火嘛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来到佛堂的机会咧，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少，哦，啊，当然，伫迄段时间咧，啊，嘛拜在这个科技，哦，科技的迄、那个啊。诶，迄个啥咧？啊，迄个先进。所以讲咧，啊，咱有伫迄、那个啊线上，哦、啊，伫咱个手机啊是迄、那个啊，各方面都还是伫咱个 LINE 顶管咧。啊，咱有来举行着一个啊谈心班，哦、啊，啊有着即个面谈班，哦、啊，啊透过了着迄个班咧，大概伫线上，哦、啊，啊佮咱进每一暗。伫9点咧，拢有伫迄个赖群组咧，哦，伫咱各区咧，或者群组顶管，拢有共同的上经，哦，啊，因为大家上经咧，其实嘛是一个机器，哦，啊，而且咧，啊，也是希望咱以后有时间，啊，会当多多咧，啊，来上这个啊弥勒真经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对于了解这个明德班呢，嘛希望大家当共同扶持，啊，借这个机会呢，咱会当好好呢，啊，来啊，大家做些研究，啊、哦。那当然，对于了解这个啊，咱为什么要去这个啊爱想活动？当然，伫咱这处哦，三层坡度，啊，上天降道。沾着天恩殊德，哦，咱这个普渡的因缘成熟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大德普渡，啊，当然大德普渡，普渡三者，道心、道人、道鬼，哦，而且呢，道啊，传遍万国九州，为了着要甲这个道呢，会当布满了着整个的世界。那当然，为什么爱布满着世界各国呢？其实，伫咱世间来讲，分有不同的国度，啊，无共国。但是咱的灵来属于伫天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变成就是讲，哦，咱的分灵是老母娘的分灵化身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虽然是无共国度，但是伫先天拢是共一家人，哦，亲像咱爱上。就是咱大家人共同的厝，啊，除了咱有外人有搬移之外呢，
嘛希望大家呢啊会当欣赏啊，等下咱活动哦，啊，着大家会当泡茶哦，啊，谈天说地哦，大家会当共同呢啊来探讨哦，啊，嘛会当共结善缘哦，会当共结善缘啊，所以讲呢，拢是老本为根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大家拢一定爱普渡出去哦，普渡出去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殊胜的因缘，感谢天恩，上天降德。啊、哦，伫到伫普渡的时阵呢，咱要得到困难，啊、哦，拢是佛佛法为原本底，殊殊必有本心，啊、哦，一个再传落一个，啊、哦，那么呢，伫这个三者普渡，多心多念多鬼当下呢，啊，咱会当哦，只要大家三缘生心呢，咱拢会当来得到这个道，哦，三缘生心呢，拢会当来得到。啊，咱伫这个道非常的舒适，哦，相信咱大家呢，啊，伫这段时间来有感受足侪道理了后，啊，拢已经有去了解，哦，那么有了解了后，咱要安怎？唯有就是快马加鞭啦，哦，快马加鞭，哦，因为咱人的可贵是可贵，你有钱有地位吗？敢是？各位。嗯哦，伫世间我有钱有地位上好吗？唔是，是。啊，为是啥？得道，得道，修道。啊、哦，那么为什么要修行学道？修行学道。是为了啥物？依靠得道。好，这样。点就是这个所在。所以先不讲，咱要超生了世，你一定爱得道。啊、哦、啊，亲像咱念经虔诚的，啊、哦、啊，也能够一路好走啦吼。啊，悔过完嘞，就去去入嘞吼。啊，过来无几天嘞，啊，终于转去啦。好、哦，那么转去嘞，甲了解时是因为伊感觉艰苦，哦，感觉艰苦嘞，因儿子嘞，因囝载伊去到新楼，哦，啊，去新楼挂急诊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就等护士讲要来个量血压，来个好、哦、处理。结果护士来的时阵，甲因囝讲，啊，恁妈妈转去。哦，安尼够紧，会紧哦。哦，所以讲起咧，而且讲伊伫这条路咧，嘛行得非常的顺。哦，啊，因为咱经经浅浅咧，啊，这个老菩萨咧九十岁，哦，啊，伊说讲对伫修行学道咧，啊，伊说讲是非常认真较拍命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啊，伊家属，哦，啊，话咧，当然得到是拢有，但是要出来修行当中咧有迄个困难。但是呢，咱经营前程，回去当然不是干那伊哦。那么呢，回去了后呢，伊身软如莲哦，一天佫比一天的伊的面色佫较好看。嗯。哦，啊，当然咱有得，只要有得到，万一非得败阵呢，其实呢，拢会当身软如莲。哦，啊，面色非常的好看。哦，当然这个是有得到，有得到上佳好的印证而且，哦，伫这个所在。所以讲，咱要超生了世，你一定要求得，好、哦，一定要求得。所以咱很多咧讲，哦，三者颇多咧，多心、多念、多鬼，哦，啊，那么咧，你这所在七天是嘛要求得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你这所在咱会当得到这个道，啊，会当身软如莲。所以超生了世咧，你一定要求得。那么咧，当然。啊，九品莲台，咱未来要得到九品莲台，爱安怎？爱安怎？天公立德，天公立德，要办到。要办到，要办到。好、哦，因为咱这个是先得后修。好、哦，当然你办到来讲起，哦，咱这修修行，当然就是爱内外双修啦，吼、哦，嘛袂当讲我做个大人，我拢大人得啦。哦，啊嘛袂当讲哦，我家己收啊好势了啊，吼啊道具我拢无爱抄，安尼嘛袂使，因为你自了汉，哦啊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哦咱必定要会当，伫最后会当得到九品莲台，你一定要办到，你要超生超世一定要得到，哦当然咧，咱讲得到道，咱要后壁，咱要咧修办，是为了咱去点去。咱各位亲人，咱进来拢无去点点，咱敢会当伫遮坐？袂当，袂当。
所以咱就知影讲，迄点零身躯袂用一零是规对，正常是爱规对等于分。所以讲呢，咱必定爱修行才得。所以讲呢，咱伫道场上呢，咱啊会来不断的有了真侪个活动啦，有一挂办会啦，无非这就是讲，予咱会当修心养性个机会。尤其是伫办道个当中，千刀错万刀错，是咱修心养性上佳好个机会。那么咱遇到迄点点，无咱一世人来，有人会赢我上好起来啦，但是我死了后，敢会咱炸哩？会当啦吼。像咱即摆选总统，总统到五月份是毋是还阁落任啊？嘿，嘛要总统人事啊咧。所以讲个伫世间，其实到最后咧，拢是无必无。诞生是伫无必无，到最后大家人拢说是伫无必无，归倒转去到了结伊个无嘛。所以讲个咱为了解即个咱个属性，要何伊会当了解着生死？倒转去归到迄个本位，唯有着爱修办。所以讲呢，伫咱道场呢，会使讲经常，嘛随时希望咱各位青年呢爱度人救人。只要交咱有因缘呢，亲像咱文德坛主甲咱见面尔，伫倒位小等见面，伊就会甲伊度化。咱杨太太、杨经理太太，见一个面，就甲伊问看，来拜拜敢好，结果嘛是去互度来，所以讲咧，咱有迄个因缘，拢是咱建功立德个机会，嘛会当培养，来佛堂会当办办，会当办办，咱若像会使来学礼节啦，学人才，学善果，亲像讲督办啊。但是跟咱这个佛堂接道经，同时当然的，咱拢会当来行功表演，来行功表演，会当来大家来社会，社会呢会当来学习表演，所以讲呢，佛堂需要咱大家，咱到爱需要佛堂，哎，需要。为什么？3000万。因为有等，咱咧有活动，有办会，是像咱山里20多年前办了，敢有成功？有去的人也是。办了好个办。真正好咧。50几台寿司的吼，大家拢可能拢差不多前年打。即台我可能大家人共同的扶持。伫天文事业个加持。所以讲呢，会当讲来办到非常的圆满，所以讲呢，咱就爱上佛堂，有佛堂，咱佛堂，咱需要佛堂，互咱学习了解，因为你有来会当了解，虽然做佛堂的摊位，但是是为了着你的慧命，家己要健康一点，所以讲，咱需要佛堂，当然佛堂需要咱大家。希望咱有机会来把握，自从这个活动也当作是咱道场，所以讲呢，有机会呢，希望咱，爱咱平常倒转来，爱用咱，有生之年，这个身体佫健康的时阵呢，咱好好来把握，若无一日有日，一日有，一日无休，一日空，一日有休，一日空嘛，所以才拄啊讲到。咱最后会当归倒转去本位，爱是归空。你会当成功了愿，就是归位嘛。你若讲伫修行，虽然有得到道，但是这条车票予你，你拢无去坐车，敢会到？所以讲咧，车票大家拢摕着啦。咱大家爱来坐。点点滴滴，咱无想讲迄免用着我啦，为啥物咱爱用着你？即使讲过来。来扶持比一个点灯，无排除我，我会当来扶持，嘛是做导游，敢是安尼？咱个范讲师，伊老师带去游天堂，伫咧看功德池个时阵呢，
哦，咱老师啥物功德拢有一日莲花顶缘拢写满，你是做啥？伊讲哈，啊，陪人食水果也有功德哦。你敢看？陪人食水果当然是按来得清啦，哦，按来得清，就是讲话讲哦，咱今日去有班，哦，啊，伊有班就开会，啊，结果呢，我煞困一个气候，哦，气候低头去，一个人嘛来啦。啊，来的时阵，伊的工作人已经全程的安排有别人代替做。唔过，伫迄个时阵呢，伊拄好看到有咱的道亲，啊，尤其是咱的咱招募道亲，时光较紧嘛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我啊，来来，按来伊边啊坐，啊边啊呢有切水果，哦，啊着伫遐陪因食水果，讲安尼也有功德啊。啊，这够勤课，哦，这足勤课的。啊，当然，唔是讲伊爱来食遐水果啦，是讲哦，伊来会当做导游讲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个处处家家拢是咱成功了愿的机会，啊，若无咱的时间，一分一秒伫咧过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一冬个就已经过去，哦，啊，咱啊，伫未来一年呢，啊，希望咱对咱更加肯定，更加肯定咱这个道的殊胜，的可贵。啊，会当珍惜着咱家己，搁有健康的身体，哦，安尼咧，啊，会当多度人，多幸福，多了凡，哦，啊，咱会当入去一个，我要来学人才，学服务，我要来学讲师，我要来学啊，这个啊，学这个讲三宝，哦，有足济机会咧，啊，希望咱家己发出了这个愿力。哦，啊，会当好好啊来成功表现。啊，因为咱若食出来就习惯啦，啊，啊，若无食出来吼，有当时啊无养成迄个习惯，有当时要出来对胃唔通，为了给咱的自身改变，哦，咱爱培养，咱经常会当成功表现。哦，啊，希望咱啊大家，包括好些，183年的时阵呢，啊，会当建功立业，哦，一年搁比一年较好，安尼较好。好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吼，啊，好些呢，啊，不便去耽误，好些而且嘛，祝福咱大家啊，伫113年呢，拢会当身体健康，啊，大家拢会当平安，啊，感恩。谢谢。谢谢老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昏到鞠躬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老师慈悲。接下来，我们恭请真典法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。